那车子违规了，他一直忙着处理那个违规的事情呢，愁死了。吃点东西再弄呗。啊？一大碗麻辣烫。要再吃快点赶路呢。吃麻辣烫，老板还送了一碗饺子，真好。餐厅咱俩快吃饱了再搞。你也得吃快点了，还有很多的路要赶呢。